好，准备喽，数到三，帮我说十八路，一、二、三，十八路，我真的很大声啊！请问这个十八路哪一个车法 ？Forest，Forest， 哇，恭喜！好，那刚刚主持人讲到，无论什么的 Forest 或者是 XV， 它呢都是以安全、外观还有舒适度为主，但是最重要的是安全、还有外观以及舒适度，请问哪一个最重要？安全，为什么安全那么犹豫呢？来，我们大声说一下，请问安全、舒适度跟美观哪一个重要？安全，对，安全最重要。所以呢，我们采用的都是我们的什么对握呢？水平对握。大家一定想说，水平对握到底是什么？跟各位讲一下，水平对握呢，可以让我们引擎减少摩擦力，因为一般呢可能会有 V 字型或直立型，可是呢还是会有这种摩擦，但是水平对握呢就可以减少摩擦力。再来，我们采用的是几轮驱动？四轮驱动。好了，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安全性的问题，那我们一样再送出给大家。好，很想要的朋友们请举手。我举得我们这边的朋友是非常好，请举手，让我们可以再往这边，有这边有空洞的把它补齐。好，这边的朋友也想要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都想要的话，那等一下呢，请你们举手回答的时候要帮我说 Sparu。 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咯。好，如果很想要的请举手说 Sparu， 只有你想要的，对不对？前面的朋友加油，再一次，如果举手，如果你想要的话请说 Sparu。 好，谁想要？哦，很好，这个丹田有用力线啊！这边的朋友加油，很好，高音，我知道你真的高音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再试一试。如果想要的朋友会举手说。